大安区公所2月12号在十楼大礼堂举办新春团拜，许多议员和里长、志工们都到场互相拜年说恭喜。现场安排三太子热闹开场，还有区公所同仁们精彩的演出，场面相当热闹。大安区一村里潘明勋里长巧扮三太子，大跳波比舞蹈。许多议员和里长们也跟着一起到台上跳，顿时让大安区公所举办的新春团拜变得好热闹。三太子拿着金元宝，现场发送糖果，摸着古代的钱币一起迎财神，大家欢喜热闹迎接新的一年。现在有没有觉得新的一年会发？有，会。今天这个感觉新春团拜感觉怎么样？好热闹，好喜气。我觉得我们大安区现在大家的民众都越来水准越来越高，然后让我们志工也做得也越来越快乐。我是觉得在新的一年开始，我只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大安区公所各科室科长全员出动，在台上卖力演出脱口秀，说学逗唱的搞笑内容，让台下的每一位同仁和里长们不停的鼓掌拍手叫好。区长苏素贞鼓励公所同仁在每次的活动当中都能够尽情的展现才艺。我们的表演节目啊，我们也没办法外求，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同仁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哦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表演哦，大概全部都是我们的同仁哦，他们平常的一个才华哦，那我们把它发掘出来，然后来做一个训练跟磨练哦。大安区公所善用各界资源，举办热闹又温馨的新春团拜活动。每一位参与的里长、区公所同仁和志工们，更一起开心享用欧式自助餐点。希望未来大家持续用热情和活力，欢度全新的金马年。中嘉台北新闻李一如采访报道。